話我要見佢港獨㗎啦，而家啲人係啊，明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喺紀念辛亥革命嗰個。到了踢爆的時間，剛才我cam我都沒未忘了，今天是2022年的9月16日了，這時間真的過得很快，眨眼又半個月了。今天踢爆就講三節，遲些我們可能改一改這個節目的那個性質或者播出的時間，可能就最快就在下個月啦，如果唔係我哋準備功夫做好啲咧，我哋可能又要到出年即係年頭咁啊，開始就將呢個節目嘅形式稍微改一改嘅啊，咁就同埋同踩場有少少分別，唔好大家都係喺呢個咁嘅即係咁嘅景啊，你明唔明？咁換個景，同埋啲內容咧，即係嗱，間時我哋咁嘅一個禮拜做三日嘅，係咪啊？咁有一段時間咧，分析啲新聞啊，或者踢爆某一啲人與事啊。咁跟住，我覺得悶悶地，我就做咗鬱敏踢爆之説文解詞，大家記得做咗兩季嘅，即係做好長時間嘅都係嘛，出書嘅嗰、那個係係嘛，有字幕嘅。咁遲啲咧，我都會做翻説文解詞嘅啊。咁而家我哋一路都陸續喺度整理緊啲資料，係嘛？咁因為我嗰次講咗，鬱敏即係每日一句咁。我試過做了個版出嚟啦，跟住梗係冇可能每日啦，大佬係咪先？嗰、那個係假借胡適之嗰個每日一首詩，係咪？即係啟發到我咁啊，鬱敏每日一句選注嘅每日一句，咁發覺咧都有人睇啊！咁當然就梗係唔夠嗰啲八卦嘢多人睇㗎啦。好多時你喺個網上鋪一段嘢嚇、啊，即係八卦啲嘅，咁啊或者文字唔多嘅，咁就好多人睇嘅。咁但係你長篇大論咧，就真係冇人睇嘅。即係咁樣，你係咪好嘥時間咧？咁如果你博有人睇嘅話，咁、但係我都會寫嘅，係咪？即係寫作係我嘅強項嚟嘅，即係唔話強項咧，係我嘅專業嚟嘅，係嘛？咁我寫就最好噶啦，寫又可以幫助思考噶嘛，係咪？咁講嘢都好，係嘛？即係可以抒發我哋啲情緒，好似琴日講嘉英哥咁，咁咪多人睇咯呢啲，係咪？啲人永遠都係咁噶嘛，人嘅心理就係幸災樂禍。咪見到人哋死咧，自己好開心；見到人哋撲街，自己又好開心噶嘛。咁呢啲一定係多人睇噶嘛，係嘛？所以你話蕭氏父子有財困咁，係嘛？呢個有個海外好出名 KOL 啊，咁啊，咁啊喺度，哇！幾鳩多人睇啊！咁即係人嘅心理就係咁。等於我哋近時教書嘅時候，我教新聞係咧，我講社會新聞。社會新聞裏邊咧就是、政治新聞咧係最多人，唔係呢個呢個犯罪新聞最多人睇嘅，係咪？哇！近時嗰啲報紙啲銷量高嗰啲報紙啊，好似《城報》啊、《東方》啊，近時《天天》啊、《快報》啊，係嘛？甚至左派嘅《香港商報》啊，喺我哋嗰個年代七八十年代做記者或者做新聞嘅時候，喂，係以社會新聞裏邊嘅犯罪新聞為主嘅，而且咧即係喂，我哋自己受即係專業訓練嘅人咧，覺得就唔係好妥當嘅，因為喂。你唔係話即係根據六合嘅因素，五個 W 一個 H， 即係將個事實寫出嚟。佢唔係嘅，佢哇添油加醋啊咁樣，即係啊又根據消息人士透露有老作啊咁啊。最出名嗰種叫快報嗰陣時，我記得或者香港商報都係咁嘅，即係啲新聞係渲染。咁呢啲新聞多人睇啊嘛，大佬六角大風向哇咁即係
窗口當門口，懟冧兩個自己又窗口到門口，跟住啊又寫到背景好複雜啊咁啊，好有故事性啊！哇，嗰啲新聞最多人睇嘅，因為你見到人哋不幸咧，就覺得自己好幸運咧。呢種咁嘅心理投射，你變咗中意睇呢啲咁嘅所謂即係社會新聞啊，呢啲即係善即係有所謂善色性嘅呢啲社會新聞。咁所以點解《蘋果日報》一開檔嘅時候就搞 yellow journalism 咧？咁啊，後來先就喺度搞政治啊，政治都佔好少啫，大佬後屘。即係呢個肥佬禮上咗癮之後，啊幾有地位啊！咁發覺，咦，又可以控制班民主派，咁上咗身啫嘛，係咪？最初就係搞 yellow journalism， 副刊裏邊有叫雞指南添，係咪？咩唔敢做啫，係咪？咁但係就為咗銷量啫嘛，咁亦都可以咁樣講啊！我發財立品啦，我而家有銷量啦，我賺咗錢啦，廣告多啦，咁跟住我咪立品咯，立品我咪。啊，即係講政治咯，支持民主派咯，咁樣係咪？即係傳媒墮落嘅地方就係咁啊！台灣咪咯，台灣而家全部係講政治噶嘛，到選舉係咪？你睇嗰啲所有嘅電視台，日日都喺度講呢個即係所謂 negative campaign， 日日都係負面嘅，即係所有啲候選人鬥竊陰私係咪？啊，蔣萬安你冇藥冇揾唔到個醜聞啦！啊，佢老豆有醜聞啦，咁又攞出嚟講喎，啲黐線！咁佢老豆就算有醜聞，關佢差事咩？係咪？即係台灣好墮落嘅，一到選舉咧，覺得傳媒非常之墮落，係咪？人性又非常之墮落，所以呢個唔係一個成熟嘅民主國家嚟嘅，係咪？有排嘅，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咪？好啦，今日我要講咧就係講三樣嘢，三節。頭先我講即係踢爆我哋將來可能改下個形式啦，咁呢個即係未來兩三個月嘅事啦。咁但係咧有好多重要嘅新聞咧，即係都係要攞出嚟講嘅，係咪？譬如今日我喺度做選材嘅時候，即係琴日就單一講呢一個羅家英事件啦，係咪？嗰個係即係非常之即係我覺得唔係淨係叫做八卦，話唔係淨係叫做睇人衰，係咪？即係而係喂嗰個牽涉到一個即係。比較高層次的問題係嘛？就係而家香港是不是意識形態治港咧？係咪？咁啊答案就梗係啦，係咪？只談風月，不談政治的自由都冇，唔係話只談政治，不談風月，係咪？只談風月，不談政治的自由都冇啊！當佢要干預你嘅時候，要你講政治嘅時候，你就要講，係咪？我拍戲啫，係咪？我是藝人啫，咁都要表態啊，大佬，好藝人都要表態，要逼你講政治，係咪？你話我唔講政治得唔得？唔得，逼你講。咁所以即係香港而家變成咁啦，咁大家就即係自己可以心裏有數啦，點樣如何自處，自己諗啦啊。咁今日咧講幾個問題，我都覺得好重要嘅，都要攞出嚟講嘅。第一個咧就係講，即係我今日會講長少少啦。即係分三節嚟講啦。第一個要講咧就係嗱，而家大家睇下個疫情係嘛，慢慢都慣咗啦，係咪？咁而家每日確診嘅人數咁又由一萬幾又落翻嚟，即係一萬留下係嘛？咁死亡嘅人數咧就比起以前咧就相對即係慢慢每日都係幾廿人咧，即係同台灣一樣。台灣呢輪好恐怖嘅，忽然間就爆到四五萬一日嘅，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又係大家當冇件事嘅嚇。咁呢個牽涉一個所謂復常嘅問題，恢復正常嘅問題。咁有版俾你睇噶嘛？全世界都打開道門，係咪？歡迎啲旅客入嚟，係咪？有啲人又可以周圍去，係咪？當然去就要揀嗰啲唔使隔離嘅地方啦，係咪？咁好啦，你香港、台灣、大陸。喂，三達所謂中國人社會，中國人喺度統治嘅啊，即係唔好話自己唔係中國人啦，大佬，你中華民國就係中國人嘅，冇得狡辯嘅。你一係你就改國號叫台灣共和國，我就即係其次鮮明，我係台灣人，係咪？咁你都係中國人啦，都係華人社會啊，係咪？都係講緊中文，用緊中文啦，係咪？喂，大佬，個思維方式係一樣嘅喎，係嘛？呢三笪地方都喺度，喂，唔俾人入嚟喎，大佬，係咪？入嚟嗰啲又要隔離嘅。台灣係咁，香港係咁，係嘛？咁而家台灣就三加四，而家有消息講下個月開始就七零加七，係嘛？
咁都有個七啊，零加七，即係話你都要自我管理，係嘛？都要有七日，係嘛？咁都係一種限制嚟嘅。喂，如果你比起外國好多國家，口罩都唔使戴，係嘛？咁你就真係相差好遠啦，係咪？咁人哋就恢復正常啦，復常。喺亞洲地區最明顯嘅例子就係新加坡，然後新加坡係真係成功喎，大佬。佢500万人口得嗰500几万人，佢300万、3-400万人確診嘅係，但係佢呢個社會係運作如常，我大把錢都水浸新加坡，而家係有版俾你睇噶嘛？因為個疫情去到某一個，即係而家由2020年嘅年頭到而家，嗰間2.5年嘅時間有多？喂，乜嘢專家喂都出曬嚟？喂，經過咁多即係數據，喂儲埋咁多數據，大家已經研究有個結果出嚟噶啦嘛，個結果就係要復常啊嘛，唔可以再封關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如果你政府仍然繼續堅持要封關嘅，你唔係視人命如草芥啊！而家係喂一日死幾多人呢？原來流感多過你嘅咩？譬如計到條數係，咁你仲繼續封關啊？繼續用呢啲所謂隔離嘅措施，或者你仲喺度發緊夢繼續清零啊？係咪？咁所以最近喺香港就出現一啲爭議，呢啲爭議咧嗱有兩個最有代表性嘅嗱，今日大家可以睇新聞你就知道，一個係前醫管局嘅行政總裁梁柏賢醫生，我之前我都介紹過佢嘅啊，即係。因為我跟他都叫做熟的、啊、即因為我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大家因為他在醫管局的時候他都還未做行政總裁的時候是胡定旭做這個醫管局主席的時候那我們跟他都有一些即交往的就是因為公事上多數都大家都可以有兩句又談得埋的、啊、那他又是醫生是吧那早輪他已經說了是吧即要復常要恢復正常香港恢復正常才行即係當然係指呢個疫情啦，係咪？個政治就係唔正常啦，係咪？咁佢唔係同你講政治，佢係講即係香港啊要恢復正常。咁於是佢有好多即係佢屬於佢係一個醫生嚟噶嘛，大佬係咪？咁佢都會用醫生嗰個角度嚟睇，即係而家呢一個所謂已經即係約定俗成叫做新冠肺炎啊，即係大家。但都唔好忘記，佢係武漢傳出嚟嘅 ，OK 係嘛？咁而家你再講武漢肺炎咧，就俾人黃標，一係咧就即係唔得約定俗成咯。我成日覺得名實要相符係嘛？咁呢個語言文字就約定俗成嘅啫，冇乜所謂嘅，又唔需要拘泥於我一定要講武肺咁，代表咩啫？屌你啫！即係等於呢度啲人堅持，我唔係中國人，我係香港人，唔係我係台灣人咁，代表咩啫？唔好意思嘅呢個係，係嘛？梁柏賢醫生就提出所謂復常，係嘛？咁佢其中一樣嘢佢提到咧就係話嗱，即係流感嗰個死亡數字同呢個新冠肺炎嗰個死亡數字，即係究竟相差有幾遠咧？咁啊呢個就即係引發咗。爭論啊，兩個就隔空開火，即係唔係面對面開火嘅。咁我哋睇下喺禮拜二，即係13號嘅時候，咁啊梁醫生咧就喺社交媒體嗰度咧就即係撰文反駁啊。咁反駁係咩咧？就係、是、反駁特首李家超嗰啲嘅啫，話新冠病毒死亡率係流感6倍嘅説法，其實呢個李家超識條撮麼？佢咪又聽盧寵茂講係嘛？咁啊死差佬黑警超，屌你即係你喂你咪就聽佢哋講啫嘛？咩流感嘅6倍咧死亡率係嘛？咁啊梁醫生就話咧，由5月起新一波疫情咧，個死亡率已經下降到0.098%，即係0.01%都冇啊，同流感嘅死亡率相若。咁佢又話分析數據非常精準，死亡率因為病毒變異，病毒發展到而家咧，唔應該一刀切計算，係嘛？從5月到而家個死亡率咧係同流感係相若嘅，同呢個流行性感冒相若。其實真係嘅，流行性感冒到今日為止，每年都死幾千人嘅，係嘛？咁我因為流感，當然佢係因為流感，跟住就引發啲併發症咁樣，多數都係啲長期病患者。同埋啲老人家，
所以我哋嗰陣時做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咧，一到呢個流行性感冒嗰、那個即係旺季嘅時候咧，我哋就經常咧就會揾啲義工打電話俾嗰啲獨居老人喺我哋即係有辦事處屋村裏邊，譬如嗰陣時喺李鄭屋村我有辦事處啦，喺呢一個即係呢個元洲村有辦事處啦，喺紅磡我有紅磡村我又有辦事處啦。咁好多時我哋叫啲義工即係打電話俾啲獨居老人，叫佢打流感針。提佢打流感針，係咪？因為嗰個係流感高峰期，係咪？因為最容易因為流感而引發起併發症死亡嘅，或者啲就係長期病患者，或者啲老人家，係咪？咁所以每年流感死亡即係講緊都幾千人嘅。咁你而家計下條數，香港到而家因為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所謂病毒而死亡嘅。咁而家超過1萬人啦，係咪？咁如果你係流感，一年死幾千人。嗱，當然當最初爆發嘅時候，大家就非常之驚恐啦，因為嗰個即係傳染嘅力非常之強啊，你明唔明？大家可以睇到呢個情況，所以有成兩年嘅時間，即係嗰啲隔離嘅措施啊、社交距離收緊啊、咁等等咁啊，好多人都已經係習慣咗。但慢慢慢慢，你對個社會經濟嘅影響幾大？你話咁啊？你而家執咗粒嘅鋪頭幾多間？你知唔知有冇啲數據睇唔睇到啊？幾千間啊，大佬！其中大部分係嗰啲酒樓食肆啊。咁你話幾多人冇工做咧，或者半失業咧？咁呢個係梁柏賢喺禮拜二啊，就反駁李家超嗰個講法，就新冠病毒死亡率係流感六倍嘅講法。正如我頭先所講，流感平均一年死幾千人，係咪？咁呢個病毒到而家為止兩年半啦，死亡人數啱啱咪超過1萬人多啲啫，係咪啊？咁你咪計多條數咯，即係藥莫係咪？咁當然有個高峰期嘅時候，死得人多嘅時候，以百做單位嘅時候，大家當然係好惶恐啦。咁但係去到某一個階段咧，而家已經係變咗一種流行病啊嘛，係咪啊？美國、加拿大、歐洲所有呢啲最初受到流感即係嚴重衝擊嘅呢啲國家。全部而家嘅死亡率都係非常之低嘅，有版俾你睇噶嘛，亦都出咗好多專家，亦都出咗好多新藥，係咪啊？咁就話之前有好多人不幸喪生嘅嗰啲，就真係因為呢個病毒，喂，仲未有一啲所謂防制嘅措施，咁咪令到死得人多就係咁啫嘛，係咪？好啦，但係咧，盧寵茂咧就喺琴日咧就駁呢一個梁柏賢，係咪啊？咁佢話咩咧？喺嗰個網誌啦，咁而家啲即係香港司局長咧就好中意寫網誌嘅，撲街佢哋即係冇嘢做，係嘛？當然又唔係佢寫，啲幕僚幫佢寫，係嘛？成日喺度語無倫次，係嘛？陳茂波成日寫網誌㗎，你有冇見佢行出嚟講嘢？寫網誌最叻，係嘛？喂，俾幾十萬一個月，你班契弟喺度寫網誌，係嘛？咁呢個盧寵茂咧？就在網誌指出，新冠疫情開始至今超過9500人死亡，平均死亡率就大約 0.6， 形容是鐵一般的事實，強調單以今年5月到現在的新冠死亡率 0.1%、與流感平均死亡率的 0.1% 比較，是犯了嚴重選擇性偏這個偏誤。咁佢流感嗰度係講 0.098， 咁咪 0.01 啫喎，大佬，咪0.1，接近 0.1 啦，即係同咩一樣係嘛？咁呢個係選擇性嘅偏誤，因為佢嗰個係講平均死亡率，咁佢講嘅咧就是今年五月到而家嗰個死亡率係嘛？大家都喺度玩呢啲數字遊戲係嘛？冇意思㗎係嘛？咁你計下死咗幾多人咪得咯係咪？好啦。梁柏賢咧真係唔驚你喎，今日又喺 Facebook 嗰度發文，佢話國際通關已是大勢所趨，亦是民心所向，用咗民心所向四個字。梁醫生你真係小心啲啊！我發覺真係用咗民心所向，因為民心所向最近就係形容啲香港人走去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度吊唁英女王係嘛？係民心所向咁又諷刺咧，嗱呢句攞佢名啊！有些人啊，即係拖着啊復發
後腿啊，復常後腿。如果不是誤判疫情，有冇其他目的就不得而知。哇！呢句真係雖然冇點名講你盧寵茂醫生係咪啊？咁就都算好好辛辣噶啦。話你拖呢個復常後腿，嗱呢個香港人咧一聽到你拖復常後腿，大家都希望香港恢復正常，你就拖呢個恢復正常嘅後腿，係嘛？咁你話啦，你幫邊個啊？所以我呢一節咧，我就起咗條題目：疫症死亡率爭議就引發醫生與局長火拼，梁柏賢就主張復常，就隻抽盧寵茂嘅堅持清零。咁你話啦，香港人，你幫邊個啊？你信梁柏賢咧，定係信呢個盧寵茂咧？信呢個喺香港大學校委會裏邊係嘛，同啲學生發生衝突，跟住炸死跌落地下嘅盧寵茂醫生咧，定係信呢個梁柏賢醫生咧？如果你問我，我梗係撐梁柏賢啦，講明就侵啦，係咪？香港你唔恢復正常，係咪走向一條死路啊？最撲街嘅就係呢個盧寵茂，即係暗示話呢個梁柏賢啊，主張呢一個所謂恢復正常，即係與病毒共存，即係共赴黃泉。喂，真正共赴黃泉嘅政策就係清零啊！我話俾你聽，係咪？香港清零啊，仲唔係共赴黃泉？香港死得，香港清零就叫香港死得啊！香港死得係咪你盧寵茂都應該死得咧？啊，休息一陣。